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早上好，中国！现在我有冰淇淋，我很喜欢冰淇淋，但是《速度与激情》就比冰淇淋。谁妄想这样干？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，速度与激情，速度与激情，就我最希望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。所以现在是因为时间，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准备，1、2、3，2个礼拜以后。 速度与激情九，2个礼拜以后，速度与激情九，碰的头破血流。不要忘记，不要错过去电影院看《速度与激情九》，因为非常好电影，动作非常好，差不多一样。冰淇淋，再见了。